这个黑色的我是，这个白色的跟白色的差不多，是一样的。我们大学的车高速，那盖子你看了吗？对，那你先。完了，这个尺寸我都不会控制了。有点难看，这个小玉。尺寸有可能有偏差，它的方向就是你。是啊，三D就太小了。这个字儿就是专门给它整的，非常漂亮。其实还可以再高一点。都是六色吗？对，那个是都是。这些不会掉色的。用完。对，像玩那些抖音啊，快手啊。现在走掉还是挺好的，华为都来行。现在高兴啊，就要拿这个头啊，干啥呀？会有白色的。你要挂在这边什么东西？它这边都是什么？真的刚刚拿。